女星真实体重减肥方法公开。 Angelababy 赵丽颖 Hanny 瘦身法。体重一向是女艺人的秘密，不过节目或是活动中经常给予令人措手不及的环节，当场拿出体重计让女艺人站上去，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真实体重和瘦身方法吧。 Angelababy 真实体重 46kg。前阵子 Angelababy 出席大陆综艺节目《机器人争霸》发布会，现场出现量体重环节， Angelababy 大方站上去不害怕，小编 OS 也是，她这个身材有什么好怕的，笑，真实体重为46公斤。图片来源微博。Angelababy 减肥方法靠少吃。 Angelababy 表示减肥最重要的就是自律，并向运动来加快新陈代谢。除了自律的生活习惯跟运动之外，最重要的还是少吃一点。如果看不出食物本体，脱离原形的加工食品绝对拒吃，摄取极丰富的钙质蛋白质，像是早餐是低脂牛奶配高纤谷类，午晚餐则以肉类为主。赵丽颖真实体重45公斤。一直以圆脸着称的赵丽颖也没逃过量体重这个环节，曾经在2014年参加盛典的时候被主持人要求站上体重计为44公斤。2016年也曾在节目《偶像来了》中坐上民族仪器透露体重真实重量为45公斤。图片来源腾讯视频微博。赵丽颖减肥方法靠严格控制流量。赵丽颖为了健康的瘦下来，坚持每餐都清淡饮食，在饮食上也非常严格控制流量。外出应酬吃饭的时候，还会在身边放一碗水，菜在入口前都用水涮，以便再吃。每当感到饥饿的时候，就吃一些小点心垫垫肚子，或者通过运动、嚼口香糖等方法转移注意力。范冰冰真实体重过去63公斤，现甩7.5公斤。范冰冰也曾在戏剧发布会中被要求站上体重计，真实体重约63公斤。范冰冰也幽默地说，胖没关系，美就行了。不过近几年范冰冰因为瘦身减肥，再加上认识李晨一起运动后，狠甩得近7.5公斤窝。图片来源新浪微博。范冰冰减肥方法靠戒糖运动。范冰冰表示，自从跟男友李晨在一起，就会跟着一起运动，发现有没有运动真的差很多，动一动身体就会有些微的变化。另外她也曾在直播中透露自己在用戒糖的方式来减肥，一切与糖有关的食品，像是甜点、饮料等各式各样的糖类通通都不要，效果不错。图片来源微博。下一页还有韩星们的真实体重和减肥方法哦。 Hanny 真实体重过去50公斤，再即瘦9公斤。韩综本分金牌曾在节目中邀请各女团出演，
并偷偷测量他们的体重。在节目播出当时 Exit Honey 就被公布真实体重为50公斤。后来为了出专辑，哈尼再肌瘦9公斤。图片来源拜托了冰箱截图。哈尼减肥方法靠晚餐302大卡。哈尼一天只吃一餐，甚至会选择在下午4点进食。他也表示这样非常的不健康，希望大家不要学习。另外曾在综艺节目拜托了冰箱被翻开冰箱搜到德国面包圈，上面大大的写着302大卡。 Hanny 也表示302卡路里的话就是晚餐的食谱。李多海真实体重50公斤。知名韩国女演员李多海曾参加 Running Man Dubai 特辑时，为了挑战跳伞而无意间站上体重计，发现在测量体重还慌张表示身上穿了很多装备，所以才会这样。真实体重为 50.6。图片来源 RM。减肥方法靠玉米、地瓜。李多海减肥时在饮食上可是下了很多功夫，表示绝对不会吃脂肪类食物，只吃五谷类，主食几乎以玉米和地瓜为主。